好啦，咁啊，大家好啊，咁啊，即系呢间又系有够，即系好趁快啲嚟食啦。呢间叫王明记啊，王明记粥粉面。咁啊，食粥面啦，夜晚会有粥，夜晚就会有粥食嘅，会有粥食，有三棍粥食嘅。即系日头时间咧，就系食啲面啊嗰啲嘅。咁啊，最著名咧就系、是、其实佢个汤底。豬油湯底、油炸湯底幾正噶，幾香噶。咁咧就食嗰啲墨丸河啊、墨魚丸河啊、豬肉丸河、魚皮餃，非常之好食 ，very very good， 好好食噶，真係不容錯過呢一間。咁就仲有啊，佢個最好笑就係、是、佢最正就係佢嗰個油菜啊，油菜係用豬油底整嘅，用豬油底撚。綠菜，所以我每一次都要食佢嘅蠔油芥辣，都好好食噶，大家都要值得支持一下，大家要支持一下 ，OK 啊嚟咯，咁啊我攞翻啲嘢先，咁啊其實咧頭先呢間呢個王明記喺邊咧，我 show 個牌俾你啦，其實喺啟德道九龍城噶，呢間嘢喺九龍城嘅內街嚟噶，九龍城嘅啟德道啊，咁就呢度咧以前就好旺噶，佢啊呢個老闆都有講過嘅，其實呢度咧以前係非常之旺嘅，因為你知道以前啟德機場就喺呢度，咁咧以前咧好多空少空姐啊，包括嗰啲外國人都會特登嚟走就喺度食噶。咁啊，當然而家就冇咁旺啦，係咪先？冇以前咁旺場啦。咁當然有好多熟客仔啦，呢啲我呢啲都係呢啲幾年前嘅熟客仔嚟嘅。咁啊，特登嚟呢度食。咁啊，一陣間俾你睇下啲咩餸啦，好冇？嗱，呢個咧就係、是蒸墨魚餃啦，跟住魚皮餃啦 ，sorry 啊嚇，跟住就芥蘭啦，跟住喺呢度撈到咁樣我都睇唔到添，有豬肉丸同埋墨魚丸啦，跟住就墨魚酥同墨魚丸啦。